今晚的音乐会，通过歌曲一同祈祷，一同领受天主的爱。首先让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外团朋友，请你们站起来，让我们欢迎你。
紧张的生活节奏，琐碎的家庭事务，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有些人还要饱受病痛的折磨，这一切都像沉重的包袱压在我们身上，各种情绪反反复复地充斥着我们的内心。我们表面上看去风平浪静，内心却企图跌宕。今天晚上，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安静下来，将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烦恼、困难交托给天主，求主来平息风浪。是我爱人。
所书第四章十四节中说道，其实关于明天的事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我们原来不过是一股蒸汽，出现片刻以后就消失了。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2章27节中，主是这么说的，看我是上主，是一切有血肉者的天主，难道我有做不到的事吗？因此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，在生活中我是否愿意让天主来掌管一切，学习如何顺服于天主，别因为执着而累垮了自己。Thank you.
你们以为如何？如果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，其中一只迷失了路，他岂不把那99只留在山上，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的吗？如果他幸运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比为那99只没有迷路的更觉欢喜。同样，使这些小只中的一个伤亡，绝不是你们在千只父的意愿。为我们这些幸福的小羊们，让我们开心欢喜地唱这一首《我是主羊》。在路加福音22章第42节呢，耶稣这么说，他说：父啊，你如果愿意，请给我免下这一杯吧，
但不要随我的意愿，伪造你的意愿成就吧，按照你的意愿成就吧。在耶稣受难的日，我们大概还记得吗？就耶稣基督做了这个祈祷，在想起在生命中他第一次遇到的这个苦悲，苦悲是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过。他那时候精神很弱，他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只是想到天父他的计划，天父对他到底有怎么样的安排呢？这个苦悲呢，充满了痛苦和羞辱，是因为人的罪而产生的，将是成为全人的主耶稣基督，不但为我们承担了这个苦悲，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也为我们做了最顺服于上主的榜样。祝你的兄弟姐妹，明天就是慈悲耶稣主日，他的慈悲，他的心中的这个爱，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流出来，他流着从他的爱的水池里流出来，流到我们这里来。但是我们都是有罪的。明天的福音就是讲多么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他怀疑了，所以他成为怀疑的多么。因为耶稣基督知道在世上，如果你怀疑耶稣基督，你就怀疑十字架，你也怀疑他十字架上的一次的牺牲，为我们做的牺牲。但是耶稣为了改一改这个人的罪过，这个人的罪过，他就出来出现了，到多摩这里说：“好吧，你改一改你的生活吧，你的性格，你想的，你说的，你看的，你听的，你的生活全部要改起来。”所以多摩相信了耶稣。现在耶稣基督说：“好吧，我是为了拯救你，拯救了世上的所有的人来相信我，我在十字架为你们做的一次的牺牲，就是因为我先爱了你们，爱到底，你相信吗？主，我相信你。”所以多么对耶稣基督现在有这样多的爱，这样深的信德，主耶稣基督就让多摩，请多摩把他的手指给他，把他的手指放在他的肋旁里，向他说：“你看一看，你摸一摸，你相信吗？我就是为你在十字架上给你牺牲的主耶稣基督，复活的主。你到我这里来了，你现在相信吗？你可以得到生命。”多么不晓得有没有真的把手放在肋旁里，我们不晓得，福音也没有说，
只是耶稣邀请他，你要不要请把你的手放在这里吧，我也摸开。但是我觉得耶稣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这个很大的非常的好了不起的一个牺牲，他就爱了多么，他爱多么，多么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，教育我们有信德的，没有信德的，有罪的，义人也有，罪人也有，全部是属于他的爱的水。尤其我们大家到他身旁来摸一摸，看一看，相信他。是因为耶稣爱得多，他邀请他来摸一摸，看一看耶稣的乐。是因为耶稣首先爱了多么，也爱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的爱已经现在洗净了我们每个人的罪过，把我们召回回到天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也是在我们这里在场，他也跟我们在一起，在我们中间。现在他邀请我们大家把手伸出来，看一看能不能，我要不要摸一摸，很接近他，他的乐旁，天主的爱。他若说：“主，我相信你在我身边。”让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做个祈祷，把眼睛闭起来。让我们说，主啊，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慈悲的耶稣，你让我知道你爱的我，现在我相信你，我相信对你说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天主，我会永远在你的怀抱中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，我愿意，求你祝福我，求你降福我，主我赞美你，主我感谢你，主我爱你，主我爱你到底，求你指引我，阿门。现在我有请大家可以一起赞美天主，我们一起参与唱歌，然后有这里他们会唱，我们一起可以举起我们的手赞美天主，一起唱歌，一起赞美他的名。我的心不再隐藏。
节中，主耶稣这样对我们说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枝子离开了树干，就会立刻枯死。除了领受天主满满的恩宠外，我们也得谨记，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源。若离开主，我们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。我们得养成每天祈祷、聆听天主的好习惯，然后回应他，回应天主对我们的召叫。因为召叫的背后，必有他满满的祝福。我轻抚过主细声说：跟随我，跟随我。追随多我赦免你，跟随我。
天主就是爱，主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且永远不变。他的恩典更是无处不在。人算什么？主，你竟顾念他。我们算什么？你竟如此的爱我们。宣告说：天主，我爱你。
Thank you.
师，你是我的护盾，我救恩的脚，我的堡垒。各位，我们的复活节音乐会就在石花上完美的句点了。感谢千组，赞美千组，祝大家晚安，再见。